男神彭于晏今日出席沙田马场活动，出入都有人傍实，相当有气派。彭于晏原来有拉头马嘅经验，但冇兴趣做马主。洪老大，我师傅洪老大的那个马的头马嘛，大哥大哥的马的头马。马主吗？马主。马主。买马。买马。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觉得，我不会啊，我不懂，但是我喜欢骑马。你懂吗？我懂啊，因为拍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要骑马，就有骑过马，然后。那养马我觉得还是交给专业的人吧。日前出席好友余文乐的婚礼之后被人笑失恋、哦啊、失恋不会不会我很开心，因为看到自己好兄弟辛苦到现在很成功，为他非常非常开心。余文乐是不是快做爸爸了？我不知道，你要问他吧，他应该比较急吧。如果他有小朋友，会不会契你做契爷？会不会系我同我 B B 做佢爹哋，即系契爹？我吗？系啊。我不知道，应该很多人抢着做吧。